河南淇县惊现妖后妲己墓，墓中金银宝器数不胜数。就在专家叹为观止时，一具诡异的骸骨震惊众人。在观察一番后，发现这具骸骨竟不像人骨，难不成这苏妲己真是传说中的九尾妖狐所变？真实的苏妲己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真的是我们印象中祸国殃民的存在吗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妖后妲己墓之谜。在20世纪初的一个深夜，一位老农小卓丸正高兴地赶回家中，而就当他路过一个小河滩旁时，林子中竟隐隐传出有狐狸叫声，这让醉酒的老汉顿时来了兴趣，自己这辈子还没见过野狐狸呢。可就在他缓缓走过时，发现哪有什么狐狸啊，只有一个小土堆，上面还有块刻着苏妲己之墓的石碑。这给老农吓得就瞬间就醒了，慌忙地离开了此处。在第二天时，这个消息很快便在村中传开，每个人都对此事议论纷纷。狐狸精重现人间这传闻闹得村里人心惶惶，随着传言愈演愈烈，很快便引起了当地文物院的警觉。接着一支考古队连夜出发，刻不容缓地来到了淇县，可现场的场景让众人鸦雀无声。这所谓的妖后妲己墓居然仅仅就是个小土丘，周围更是破破烂烂的，要不是还有个石碑，不然说这是野坟都不足为奇，这该不会是别人伪造的吧？就在众人一头雾水时，另一边的考古队员居然又相继找到了纣王墓和姜皇后墓，这不禁让专家陷入了沉思。按照史记中记载，在周武王将纣王杀死后，也将祸国殃民的妖后妲己一同杀死了，但并没有描述妲己死后的埋葬地。专家对此翻阅大量文献，终于在一本县志中找到了些蛛丝马迹。上面记载称，在牧野之战中，纣王大败，一路逃到露台自焚而亡，最后埋葬在了朝歌城外，而这地方也就是如今的河南淇县。这意味着三座墓葬极可能都是真的，而这一切的答案还需要打开墓葬后才能知道真相。河南淇县惊现妖后妲己墓，墓中金银财宝层出不穷，其中一具诡异尸骨令众人诧异不已。在观察一番后，发现这骸骨竟不像人骨，难道这苏妲己真是个千年狐狸精？随着一块龟甲的出土，妲己的真面目终于浮出水面，专家看后更是直呼原来我们都冤枉他了。在对墓葬勘测一番后，专家发现墓葬的封土约有3米左右，这和周商时期的丧葬风格是一致的，应该并非为后人伪造，因此处已经是人尽皆知。为避免被盗墓贼盯上，考古队立即对其展开了抢救性发掘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墓葬外虽十分简陋，但这内部却暗藏玄机，不仅修建得十分完善，还有着许多价值不菲的陪葬品，金银玉器数不胜数，各种青铜器铺天盖地。看到此景，每个人都激动不已。而就在众人手忙脚乱地发掘文物时，一具骸骨的出现让所有人大惊失色。只见这具尸骨形态怪异，看着并不像人的骨头，反而更像是兽骨，难不成这妲己真是个九尾妖狐？想到这儿，现场众人顿时冷汗直流。传闻苏妲己是纣王宁臣费仲的外甥女，因纣王晚年时疯狂痴迷美色，费仲为谋得高官厚禄，内推自己外甥女妲己服侍纣王，而妲己在进宫途中被一只千年狐狸精夺舍，接着以妲己之名接近了纣王，随后便是他祸国殃民的一生。史记殷本纪中记载，帝纣好酒淫乐，爱妲己，妲己之言言听计从，说白了就是纣王相当喜爱妲己，妲己说啥纣王干啥。甚至有一次，妲己说在池子中倒满美酒，树枝上挂满烤肉，让众人一同玩乐，纣王都欣然接受。从此纣王奢靡度日，每天都和妃子在这酒池肉林中虚度光阴。不仅如此，妲己还发明了炮烙之刑，意思就是将犯人绑在一根烧得通红的柱子上，将其活生生给烧死，可谓是残忍之极，以至于周围人都看不下去，可妲己却十分享受着过程。他一生的恶行数不胜数，抓千万百姓为其修建摘星楼，蛊惑纣王残害忠臣，说其祸国殃民不足为过。但随着发掘的深入，一个龟甲的出土却瞬间颠覆了众人的看法。
河南淇县挖出妖后妲己墓，墓内发现诡异尸骨，震惊众人。在观察一番后，发现竟像似兽骨，而随着一块龟甲的出土，上面的内容却让专家直呼：我们都被历史给骗了，这真实的妲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龟甲的出土很快吸引了众人目光，专家观察后发现它应该来自于商朝，而上面记载的内容着实是让人大吃一惊。原来这苏妲己非但不是个祸国殃民的妖后，反而是位忍辱负重，为了部落安稳宁愿舍己为人的悲惨女子。苏妲己原本是苏国人，其家乡是如今的河南，叫做温县。据史料记载，纣王60岁时率兵到了苏国地界，以当时的情况来说，臣服者需要上供战利品和美女，因无力反抗，妲己的父亲便采用和亲的方式将相貌不凡的妲己上供给了帝辛，而妲己费力的取悦帝辛也仅仅只是为了有自己部落的一席之地。龟甲还记载说，妲己入宫时仅16岁，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商朝便灭亡了。一个不谙世事的年幼小姑娘，咋可能仅用一年便让存在百年的王朝灭亡？而且商朝女子地位是十分卑微的，在朝廷上更是没有话语权，怎么可能会干涉政事？再加上妲己母族势力单薄，像这样背景不强但貌美如花的女子，在被带回后宫后会过怎样的生活，那是可想而知。而商朝也并非我们所想的因为妲己蛊惑纣王才灭亡，其真正原因有三点：一是征伐过多，国库的消耗过于庞大；二是树敌太多，纣王四处征战，诸多小国因此覆灭，导致众国对其的仇恨只增不减；第三点则是纣王的暴政，他残害忠臣，鱼肉百姓，当时的国民每日忧心忡忡，以至于最后西周攻来时，众多军民纷纷倒戈，加入了讨伐纣王的大军之中。可以说商朝的灭亡极大程度都源自自身因素，而妲己只不过是背了个黑锅。至于那兽骨，在专家带回检测后发现只不过是人骨长时间埋在地中，导致其骨骼有所变形，因此才误以为是兽骨。到此为止，妲己身上的谜团也终是真相大白。如果不是这墓志铭的出土，我们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影视作品中那个祸国殃民的狐狸精，也多亏古墓的发掘，让我们认识到了真正的苏妲己。对此大伙有什么看法呢？